各位今天辉煌的北门们，还有我们来现场这个参与盛会的长辈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新年辉煌的意义在哪里？各位知道吗？啊，除了这个迎接新年之外，啊，也是趋吉避凶，希望我们来年都能够过得好，过得棒。 今天有一位、两位、三位、四位、五位、六位，北北来帮我们现场挥毫，以及我们的王同仁、王淑明王同仁啊，一起加入，还有我本人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。也希望那个在场的我们农家的长辈、阿姨，还有我们同仁，都可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中华文化优良传统持续的延续下来。 最后，祝福我们现场挥毫的北北以及来参加活动的各位北北阿姨、同仁们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！谢谢。